不要播到 Facebook 上。不会不会，不可以在网络上不是 Facebook 啦，是 YouTube。啊，可以讲，可以讲。好，我们每年有几个今天，对不对？一生有几个今天？爸爸过了70个今天，他最大的成就是把他的子女养大了，可以独立。但是他另外一个荣耀是什么？他的山猪六几只，他的猎物几只？400多只，这个就是山猪猎物。当之无愧了，好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